Okay.求生是一种态度，在人生的路上面总会有跌落山窿的时候，但是只要有这种态度继续行，神有出路的。嘉明你好嘢，又说陪我行山散心又不来，落雨哪有雨啊，我自己行，我自己周围在这里啊，哎呀只脚好痛啊，这个这么高怎么爬上去啊，蛤电话送外卖怎么算啊，咦这个山窿好像挺大啊，不如趁仲行得看有没有出路啦。揾下午做咩唔开心啊，啱啱考完个统测，阿妈话我成绩差喎。其实我尽咗力噶啦，只不过我点读都读到入喎。唔好灰心啦，听日系星期六，不如去打鼓岭练马坑行山啦。网上啲人话有矿洞噶，即系以前啲人采矿掘嘅窿，听讲仲好多好大添。都好喎，咁我哋约星期六啦。是啦，这里就是矿洞啦，已经行了几个钟，只脚越行越痛，电筒就没电，不如坐到等死啦，反正都没人喜欢我。为什么我回了家的，阿爸你不是已经阿爸去了很远的地方会回来的，但回来之前你要听阿妈话，知不知道？但是我但是什么啊，只会懂玩，成绩越来越差，由听日开始我就到八点才回，我不想听啊，阿爸我想快点来找你啊。阿妈做的事都是为了你好的，你不记得那天阿妈说过什么吗？那天泰国当局继续营救被困星来苦洞穴的少年足球队，希望他们没事啦。阿仔你成日行山要小心一点啊。阿妈如果我都困在一个山窿里怎么办啊？求生技巧我就不懂了，我只知求生是一种态度，即是坚持，记住阿妈是很疼你的，继续行实有出路的。阿爸阿妈原来是发梦咋，估唔到我真系困咗个山窿度。阿爸临死之前话，阿妈做嘅嘢都为咗好。阿妈，我唔可以死噶，继续行，实有出路噶。呢度系咩地方嚟噶？阿妈，嘉明，点解你哋喺度嘅？你醒啦，我哋补咗镜。但是因为落雨找了很久才在矿洞找到你，警察说你应该行了很远的路，离洞口已经很近，如果不是都发现不到你。是啊阿仔你真的很厉害啊。阿妈因为我想回家来见你，所以才坚持下去啊。我想说对不住啊，我应该俾心机啲读书的。可能我俾了太大压力你，我都要说对不住啊。原来真的落雨啊。嘉明，我仲唔信你，仲嬲紧你。唔紧要，我哋系朋友嚟噶嘛。呢件事已经过咗好耐啦，但系我永远都唔会忘记阿妈讲嘅嘢。求生系一种态度，喺我哋人生嘅路上面，总会有跌落山窿嘅时候。只要我哋抱住求生呢种心态，继续行，实有出路噶。